好不容易有个朋友来家里玩，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所以今天就是男朋友一定要学的虎皮鸡爪，没有男朋友的也要自己动手哦。鸡爪一定要记得加入葱姜料酒去腥，焯好水后加入老抽抓拌均匀，然后就可以下锅炸啦，记得油温要高哦。炸到表面起泡，迅速的拌进凉水里，这才是起虎皮的关键。把屏幕上这些香料爆香，倒入清水没过鸡爪，加入调料，盖上盖子，中火焖上40分钟。追剧好伴侣虎皮鸡爪就做好了，快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